觉。哦，差点略过。龙之俯冲增强。冰的水。你跑速好快哦！啊、你冲错边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不妙不妙！对，这是用遥感的缺点。有时候会调错位置就会下去了。对。丘比，你怎么跑到二楼来了？我失误。过去喽。为什么直接下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刚刚是也没动，我看你好像没动啊。我没动啊。所以拉过去的时候接这个。他那个点有问题啊。哎、欸，他说怎么刚？哦，那个点有问题啊，他直接把我丢下去啊！这个奥数跟他换一个东西。牛，哎、欸，可是可以选吗？不行，算了。阿平，我们走嘞下面嘛。干嘛的、啊？复仇，猴子，鬼魂有很小几率使你暴击增加大量伤害。好了，买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复活了，我都快复活了。哎、欸，其实好像可以复活了。哎、欸，有复活了。哎、欸，不想说闪烧，结果就飘去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抓起来，抓不到，抓不起来。我丢！嗯，再来买买看，还有啥？雷之谷，这个是远被远程射到，有几率就是他们射不到我。他就是被打会有雷电，啊算了，都没钱。蝎子是狼的斗篷。蝎子狼是什么？什么？蝎子狼的斗篷，增加火焰和闪电的奥数伤害。但是，会承受更多水跟大地伤害。对你被水打到真的是很酷哦。他那个水，他其他的伤害好像快 double 哦，这里不包，所以可能不建议拿。议会成员掉落的 boss， 议会成员掉落的 boss 是什么 ？boss 吗？就 boss 啊，就那三只 boss。也可以，珠宝盒可以买。嗯。好。现在你要不要买？哦，差不多了。Go。没电到，没电到，有碰不到，啊！哦，我这回出现了，嗯，来喽，咦，加快速度，加快速度，六点半了，六点半了，啊！啊安安，我游戏连输过来了。安安，啊，我也连输过哦。哦那个看那个水牢蜘蛛球会出来，我乱动。哎、欸，哦 ，OK， 那什么东西我要买它？蓝光矩阵。
好嘞，乒乓球 no，一个人打，不然两个人都在打，会互相影响。来打一打，来来，赶时间，赶时间。其实这样子我也可以去吸啊，没差、啊。对啊，这是什么游戏？火边，火边 ，no。什么游戏呀？自己 MVP 队友一直爆炸，嗯，这款吗？边的，这款，我现在更容易掉下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下关火、哦！哇，三之一耶！连着二十。啊，火打火没用啊！火打火伤害降低啊。那让我水是不是比较痛？对。我想要有一个那个可以火焰充能那个，可以无限普攻的。哦，传说对决啊、哦，没关系啦。冲！哟！啊去去去去去去去！你看我咯，已经20场赢一场了。我已经输到放弃人生了。啊！接错、哦，双空大。哎呦！哇、哦，这里好可怕。抓两只，抓两只，先打下面。嗯。哦，我们看错，暴击300。哎，有看到复仇骰子记得买哦。复仇骰子。嗯，暴击。暴击有机会使你造成大量伤害。哦，爆增加爆伤的吧？对，增加伤害的。花钱。哎，上面还有一只，都偷偷跑到上面去了。哎，花一只，上面抓。哎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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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来。花一只，花一只。哇！烦恼就是加伤害的吧？装备烦恼。没事，没了没。造成双倍伤害。商店。乌龟护甲。先买血。不用考虑了，血先买。花冠。花冠。承受致命一击的时候，你的奥数将会完成充能，并免于此次死亡。哦，就你的大招会瞬间补满，你被打死的瞬间，你的大招会瞬间补满，而且不会死，就但是你的 CP。那不错哎，250贵哦，万无一失火箭。那个是你充能之后就不会掉了。哦。这好像有特殊玩法那个吧？嗯，那是专门给远程用的，吧？换一批哦。我知道有个东西好像是什么
可以拿那个我们充能当护盾，是不是？充能当护盾？哦，对啊。你说充能之后会开始靠你的能量那个吗？就是受伤就是从能量开始耗。对啊，对啊。嗯，好，我觉得好像还好，都还好，都是这边好。嗯。本命多，箱子。等一下，漏网之鱼。哦，那个叫做外卖盒子。得到了，得到了。是有一个什么人字拖哦，那个好像是很后面的东西，那个我也在洗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抓两只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，等一下开那个水。啊！两个人都丢水。嗯，电的话先。我先。电。火。嘣。电。风哦，这个，火焰领域，也不是啊，我是要火焰领域啊，没差啦，这个主要是困难鸟。敌人有机遇让你移动，干嘛？无限充能。双头，双头好像是 BOSS 的招是不是？好像是就是传出去那个嘛。嗯。啊，看。马头帽，我的头皮都变这样子。他跑速加很快，你不要小看马头帽。认错？不会啦。哎呦，你那头不错。哦，好丑哦。我现在去哪里？右边。嗯。哎，这下位。抓一次，那个充能护盾可以玩到骄傲，可是充能护盾，我记得它是挡那个吧？不是挡啊，可以，可是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充能呢、欸。修，对吧？你没充能就是死。跑好快哦！太快了、啊，你充快的，充不到啊。走，你那因为你只好买那个啦，陀螺。血腥士兵法，你要吗？血腥士那是干嘛的？增加暴击，然后对方也会增加暴击。那是带对你直接暴击吧？对我无关。一股流星。好，觉得这暴击厉害吗？狂怒头盔，狂怒头盔，狂怒。想买的、啊。生命力低于多少？风刃没有，没有。多少增加伤害？Go！ 你们要过来啊！你们要过来啊！你们要过来！没人过来。好了，打了，打了，打。哎呦！要！哎，还会自动跑过来。还是两行动，就我起量有，嗯，还有两关就打过，三之二，就如果顺的话，会不会打到七点啊？没差、啊，哎，哇动，动，哎呦。那个火焰很烦，那火焰是你来火焰他们的火焰啊？他们的，干！我的火焰不会残留在地图上。不要冲动啊！啊，需要！
有时候找不到我自己角色，都按一下那个大招，圈圈中间的才是我。乱丢一个小胖子吧。冰激凌，冰激凌你要吗？冰激凌还不错，因为现在可以帮忙冰控场。对啊，买了之后，买了，其实还有钱。巨人之心，加生命最大五十。哎呦，然后这个饼干就是增加掉血球的几率。那个我觉得蛮坑的啦。我看到那边，因为已经够难掉了。那时候打一整场下来，一张地图掉不到几个。哎、嗯欸，还有，哎、欸，我来接。哎、欸，蒋尾蛇徽章，你觉得眼熟眼熟的？哇，好快啊！跑太快了，出车祸了。所有基础奥数都会造成额外的降落攻击。哎呦，不是很适合我嘞。哦，那个啥，日鬼。语音是哈基跟影月吗？目前是。哦呦！出发那，没有，没有东西。他带着水球下去的。那不会应该因为那个水球应该活下来才对啊。这个，哎、欸，你可以增强。增强是啊，留吧。啊，增强变距，增强变穿透。哇，穿透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可以。就穿透过去了。哇！哎呦！哎、欸！知、欸、道。错了，那只没用。带着水球到处走了。他是用跳的，他没有走，他是用跳的。下吧。给我们绕了一圈。下去。哎、欸，我在分地图。一车。抓一只。再抓一只。下面，右下，右下，左下，左下的也没过。左下也有。左下啊！我的铁布又掉啦。应该是 boss 的吧？是。抓一只，再抓一只，剩他。哎呦！左边右先哦。左边右先。抓起来，好。过来！我抓住了！关门！哎、欸，别射！好痛哦！像火女，现在火女是第三王，感觉不太妙。真的不太妙。我觉得哪一只骑第三王都不太妙，已经没有抓别了。后来感想是真的到哪一只到底像我那么笨都不玻璃大炮新观众 hello 哇嗯打死好我想说看看会有下一波会衣服打 boss 了吧诶、欸、你踩到传送牌啊 boss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哇，我被戳到了！我怎么从下面偷戳？
一二三。哦哟，白痴哦、喔！哇，总之说跳出扫毒的啦。哇，你的血！哇！哇，你的血量！大炮！哎、欸，电视，电视，你好，这个买了吗？买了。哇！不太妙，不太妙。哇，不太妙。粉碎骑士，你声音。我还没打过火王、啊、第三阶，我也没打过，我从来没遇过第三阶过。一二，哎呦，好痛！快快快快快！你看他超快的，你又看不到你自己人在哪里。嗯，整个地图都是火焰。点他！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他、好快啊，是不是超快的？不要带着红球，追球到处走了。脚步一直掉啊！哇！哇的 ，GG GG！ 哇，44分钟！哇，收集宝石210，蛮多的，超多，可以买很多东西。双人就双倍啊！啊！好啦，那今天先开到这边啦，我要准备回去吃饭了。大家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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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来一招，呜！这都是这样子，不知道什么，嗯。那传出去的画面是正常的，不正常，也是超快。对，就是前面那个没有档案没打下来，他就还没有读到。可是你之前不是还蛮正常的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不然就这样。嗯。又是三王，三王打不过。等一下。不关，没有啦，是那个啦，冰的，啥？好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我继续爬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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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等一下哈，忘了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播广告。好、哦，我们回来了。哇！大猎人的匕首，引入者背包。哦，这个是会回血，这个是死掉会重生，可是会消耗一些东西。润滑皮鞋，猎人的匕首，嗯，没有哎、欸，哦，在上面，对于负面状态的敌人，伤害提升，哦，不考虑，润滑皮。我回我那边好了，不然等下突然蹦回来。我回我 DC。我带啊。好。增加距离。哇，
这买就会死啊，买这个好了。根据探索地图比例啊，钱不够，赚钱赚钱。嗯，那看一下哈、哦，嗯，哇、哦，下面看看有卖什么技能。哎呦靠！捆绑不累啊，有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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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好东西。你看我的盾哦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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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买这个吗？啊！完成送门。好啦，不用吃羽毛。我记得这效果好像保险，每关都会消耗你所有金币，而消耗一半将治愈你。嗯，这好像是东西越多伤害负担，加6%晕眩提升效果，但拥有肉都会降低你的速度。古龙水，敌人，哦好，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。好啦，开干。
加200 590，要不要买这个呢？咦，啊，买啦，青菜啦。我看到回血效果了。